通到那个变速箱里面的，换才知道那个什么线。那我看到他换了，我知道这怎么灌油了。灌油没有关系啊，油跑进去没有关系啊，我要灌多一点啊。警察贝贝啦，啊，前方测速照相速限90公里。丁啦，警察贝贝啦，啊，斑马，真的哦，唔假的，够假哦，够假用斑马，真好假。警察贝贝啦，我那来过一下，那搞炸了，就炸我还受不了。前方木栅隧道，请开大灯并依规定行驶。这样是过隧道，那八卦山隧道，然后万一山都开放，那干嘛呢？都要下去了，不要上高速公路。然后下来就叫我的后方，哎，这八卦山隧道中间还没有开放，很抱歉。哎，你若无咧看路牌啊，真正快速道路去拢也袂使过，你都无注意看。台北都开放，无注意看拢也袂得过，你唔知影。那不是高速公路。啊，有一只路得到的啊，路得透到高速公路就袂使你啊。没有，他有下去的位置，我看导航让我下去的。那看导航就是不准啊，有的就是不准啊。你要是要看路牌啊，导航真正有时袂准啊，拢乱叫乱写啊，乱敲啊，无大家会准的啦。你这快速道路，你若无看路牌啊嘛，你就混入去店，不是感觉到别你，不是袂得你的吗？对哦，你爱去列你。这里的高速公路了，回转回转。哪里？离你那个78啊。78。对啊，通高速公路那边呢、啊，我们通从斗六那边上来，快高速那个一叫那个。古坑都爱出去啊，对不对啊？我意思坑啦，我意思上无古坑就爱出去啊。古坑啊，斗六也得爱出去。你斗六加迄个古坑啊，头上面有一个叫做避开收费道路，那个不要打过，它就不会往上走。避开收费道路哦，啊收费不一定啊，你像迄个快速道路头迄几啊无，要到迄几啊无啊无，对啊，路线就会往前一个出口。对啊，迄啊也无收费啊。